刚才看完早场电影《罗小黑战记》，从电影院出来就在附近走走逛逛吧。四川北路地铁站益丰广场这边我是第一次来，这几天是国庆假期，看到路上的小朋友拿着国旗出来玩。对面是四川北路公园，过去逛一下。仔细看可以发现，公园建设和整理维护的水准很高。往公园里面走到底，看到了中共四大纪念馆，就位在此处。不过等一下要赶去别的电影院看电影，就不进去参观了。刚刚看完电影《罗小黑战记》，来公园逛，很巧的就看到一只罗小黑黑猫。走出公园，就沿着地铁轨道高架下面，往宝山路地铁站走过去。路过一个很古早味的电子手机配件和音响商城，有点像回到八九十年代。上海音像城。